明天能发，我今天还明天发走。我用戒指，对，戒指展示一下，戒指都怎么到？我寻思先别拆了，兄弟们，我寻思先别拆了。戒指这，不能，他不知道肉铁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兄弟们，看着吗？他搁那眼睛瞅着呢，咱别拆了，兄弟们，咱哪天我留个悬念。咱别猜了，兄弟们啊，他搁那瞅着呢，他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单子，我给你们，我给你家人咱瞅一下，特快，兄弟们瞅啊，速运老铁们特快，他开单子了，家人们。啊，特快，兄弟们，看什么？国内过来的，特快，猜不能猜，兄弟们不能猜，咱直播间兄弟们，咱能不能理解一下文龙？你猜着就没有意义了，兄弟们，啊，文龙我不能猜，我给你们瞅一眼，老铁，快递到了就完事儿了，不能猜，为啥，兄弟们？我不用，我不是说让你们嫁不嫁拢我，我这个戒指，老铁们多少是沾点就是求婚的，因为他那个戒指，老铁们之前有个戒指，老铁让他撇那个撇洗手间里了，咱公屏老铁是我文龙铁粉的话，公屏我打不猜，啊，是我铁粉的话，老铁咱打，啊，什么玩意儿？什么？有人说我想打开，你先别打，别打，别打，不能打，不让打，粉丝不让打。有人说是什么东西？不让打，粉丝不让打。嗯，罗龙是不是高仿？我跟你们说一声，你等会儿，等一下再约了，等一下。要是高仿的话，兄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兄弟们，人家 DR 老铁来告我了，能明白不，兄弟们？啊。要是 DR 的话，老铁们，人家会识别你文龙拿不拿身份证，老铁买这个东西是你文龙买的，老铁你可以啊，你送人家，你他妈不是，老铁你拿人家 DR 老铁，人家可以来告我了，我没有必要扯那些犊子铁的，你 DR 老铁八日子咱讲话呢，我这么大账号，老铁我给他宣传广告，我有病啊，能明白不，兄弟们？行了，我这我就搁起来啊，我还高仿，我是真的，这哥们老铁们，这哥们老铁们，这个人老铁说话也挺有意思。我他妈从国内老铁们邮过来，让我妈老铁拿我身份证去买个假的啊！啊！我要说你们吧，兄弟们就欠儿。嗯。到时候再开，给你个惊喜 ，surprise。干嘛？这边。知道的。有人说他们是什么？等一下，坐这儿，不能打开。你听我说，你不能打开，有亮。兄弟不能打，不能打，兄弟不能打，哥哥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你给我真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我那个这里面是那个什么的，我全哥的，全哥的，哥哥的，哥哥的，来，你走，不能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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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不能开，你开了没法求婚了，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好了，不能开，等一下。等一下，不能开。等我。你不能打开。不能猜，不能猜，观众里面是什么？你不能猜呀、啊！不能猜！不能猜，你不能猜，不能猜。嗯，你不能猜呀、啊。我让给他说话也不有。
不是你救我的。不是。不能来，不能来。天天就是闹，文龙把钻戒，文龙写的求婚在哪？文龙把钻戒隐藏起，求婚再拿出来呗。不是他那个我俩吧，兄弟们，一般有时候不是说24小时老铁们一直在一起吧？文龙给 DR。文龙 DR 给你坑位费了吗？你就给他打广告呗，那个损害没给啊，兄弟们没给啊。然后那个文龙一天乐死我了，文龙吊胃口，半夜跟你猜。完了我那天吧，人家我一般我电话老铁你都知道，吧唧我俩有时候可能在一起，啪电话响了，喂你好，你有个快递，他俄罗斯的快递跟咱国内快递不一样，咱国内快递老铁是给你送家里的，俄罗斯的快递是什么样的兄弟们？俄罗斯的快递啊，我能看看 DR 的钻戒照片呗，我到时候给你们瞅眼，行不兄弟们？咱别着急，你别着急，行不兄弟们？俄罗斯快递老铁，咱直播间粉丝来俄罗斯，知道公屏在打，知道他们就像邮政局似的。哎，你好，我们是哪个哪个营业点，你得过来取来，几点几点到几点下班？完了我就去了，兄弟们，我跟幽灵说谁那怎么回事？完我就去了，完幽灵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我哥的。完了一直搁里放着，我就再没提过，因为我这是昨天兄弟们取的，我这不车老铁还撞了吗？然后我那朋友老还过生日，完就这么的一直搁里放着。完今咱现在今天老铁欠欠的，悠着就把这个事儿忘了，一直搁里扔的。完你们非要看一眼，我们也是欠，我说不给你们看吧，也我能说你也不保值。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一句话，兄弟们，就像你婚纱似的，西服似的，什么东西老铁叫不叫保值？我告诉你兄弟们，这东西就是一种仪式感。你没有，其实老铁也一样，有也是这么回事儿，只不过就是你内心当中可能是给你心爱的人，老铁们带一个钻戒，就是带一个心理，就是老铁，我就咱直播间粉丝老铁，就咱就实话说，咋的，带成 DR 老铁就一辈子不离婚了吗？我说的老铁有没有道理？就带上咋的，说龙，你俩一辈子不分手了吗？一辈子不吵架吗？不能吧，就是一个心理啊。完了有点生气了，他生气往气，他天天你们生气。我告诉你一句话兄弟们啊，夫妻之间也好，老铁们在一起是开心跟快乐，天天老铁们生气去他奶老逼，老铁跟他过嘚啊，跟他过天天生气，哪有那么多气天天生气。我前女友老铁天天就这样，一整就生气了，一整就生气了，就是你莫名的老铁就生气了，天天得哄，过他妈成累挺了啊。有点老铁我从来就生气快滚啊，我这就这性格了。我现在是什么兄弟们？我不将就。我是差你吃的了，差你穿的了，差你啥的，差你玩的了。我说老铁没毛病吧，啥你不差你的，你天天别我俩生气闹玩的，咱讲话我要手重的轻的点，我给你赔礼道歉，咱把话说明白了对吧？你要天天莫名我俩生气快滚啊，明天就别过了，真的你分手老铁我都这样啊。你要说女孩老铁生理期那几天我可以让着你，真的兄弟们啊。完了悠悠天天不也生气吗？还行兄弟们，他天天不打太大悠悠。可记得嘎嘎斯给我把这个东西就能放在你看我一会儿咋抽的。我龙火哥拿我拍了啊，许多俄罗斯女人都这样莫名一生气啊，
有点神秘感。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俄龙咱们还有十单，咱就500单了。俄罗斯100多款的糖果，俄龙给你们混装成两斤，20多款嘛。你这里面就是100多款，咱挑选出这20多款糖来，确实好吃。有这个紫皮糖啊，那个花生糖啊，巧克力糖啊，奶罐糖啊，啊，我那必须整齐，必须呢，必须干的兄弟们啊。我说为啥不穿鞋？俄罗斯这屋里地热，嗯。我买那个房子，今天晚上老铁们给俄罗斯人，我跟他们兄弟们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真他妈闹心，兄弟们，跟他们是办事，你真他妈闹心，真的，啊，真他妈闹心。我说辛巴他们徒弟直播间卖椴树蜜38两斤啊，你啥时候搞点福利铁的？他是天天卖铁的，你天天找他去，啊，人家老铁们有钱，人家拿这款产品，老铁可能人家的团队也有钱。我这款产品我就当搞福利了，我自己添个老铁们180万，人家呱唧老铁干一场。他天天卖老铁，我天天我也这价，人家呢可能说老铁们是就这一年当中老铁人肯定就卖这一回，这一回可能让你抓住了，老啊，人家38两斤什么烂脑的，铁子，你说他要是这个价，老铁你快买他去，别买我这个，真是我说的实话，人家那团队老铁不差你这一个，人家团队告诉你怎么应运的，营运的啊，就这一天可能今天我就这30个品50个品 ，OK。这15个我们是添钱的，我拿这15款挣钱的，我来补贴这个啊，人家老铁是这么玩的，咱们跟人能玩得起吗？一天这营业额老铁都他妈不够人家老铁可能单场那么那个烧的那个费用的呢，跟人比不了，兄弟们，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咱直播间反正是喜欢谁咱拍谁，必定说龙你看我直播一定要买我货，面试老铁可以看一看，说啊，这俄罗斯海外风情也这样式，有点俄龙心机重，你越不给他。越不给他开他越想开，对，他这人就这样，他这人老铁他这个就是咋说呢，你就忘了老铁拉倒啊。我设计了3个点兄弟们，一个点后面还有一个点，冰箱上面还有一个点，总共3个点，我抽他兄弟们啊，总共这3个点，我应该我再整一个啊，姐，我姐姐，龙家暴现场啊，都满了，感谢啊！我这个糖兄弟们啊，39.8元2斤呢，咱往老铁600单呢走了一波，2斤糖真好吃。过年了，还有10多天，就是今年老铁，今年1月31号过年吧，还有10多天，快递马上停了，咱家快递老铁马上停，过两天老铁我休息1个星期左右吧。差不多得休息1个星期左右，准备上趟领优的，我俩上趟莫斯科。我这个房子要是能在1个星期之内定下来最好。然后我俩上莫斯科待个10天8天的，过完年我就回来。原本想定出去溜达一圈去，去个什么迪拜啥去呢？后来寻思拉倒吧，领优的老铁们上我家那个莫斯科，我家亲戚那边比较多，到那边要点红包。啊，龙，你冲到我吃了还冷，搁冰箱里呢还。我屋里面到老铁，这屋里面烂刀老铁没闻，我就该撇全撇了啊！我那衣服啥老铁我也都不要啊，就看能有啥老铁拿就拿点，然后他喜欢一住就完事儿啊。出来了，这感觉对不起，你跟我说对不起，за что？你给我说对不起，有点，你给我说对不起，说对不起，你说老公对不起，你说老公对不起是吧？你说老公对不起。你说老公对不起，你说，你说老公对不起，你说老公对不起，